好的，台上啦。哇 ，Angela， 今天呢有这么多的歌迷，台北场感觉特别开心哦。对啊，然后呢？对，因为真的，因为我前面都去完了其他的南部嘛。对。那现在最后一站是台北，真的感觉真的哇，很开心看到所有的熟悉的面孔，还有新的面孔。真的，然后呢，利用这个 Angela 要唱第二首歌之前，我要很快速的说一下这一次专辑在各个地方销售的好成绩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家要记得适时的掌声鼓励哦。恭喜张韶涵《有形的翅膀》得到了台湾地区五大金榜实体榜的第一名 ，All Music 热门销售榜第一名 ，All Music 热门专辑榜第一名 中华荧幕名音乐台国语女歌手榜第一名 佳佳上面华语音乐榜第一名。得到了中广 iRadio 音乐金榜第一名 ，Pop Radio 917排行榜第一名 ，Yeah， 乐份中文排行榜第一名 ，Yes， 还有 KKBOX 的华语单曲榜第一名，太好了，专辑榜也是第一名 ，Yeah， 还能做单曲榜的前二十名，张韶涵呢，你一个人囊括了11个席次 ，Yeah， 哇塞，哇，好开心哦。我们这种噼里啪啦旋风式的进攻，感觉还蛮嗨的哦。对，好嗨哦，蛮嗨的。那你现在可以带这么嗨的心情唱下一首歌吗？当然，没问题吗？好，这个 Angela 这一首好听的歌，我很喜欢哎，真的哈。最新主打叫做《淋雨一直走》，欢迎张韶涵。